大家好，我是张佳佳，我的身高是163，体重45公斤，三围是32-23，35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揭晓一下我们最宠老婆的三个星座男，最怕老婆的三个星座男。先从我们的第三名来讲，第三名是我们的巨蟹座，巨蟹座就是很体贴。很温柔，大家应既定印象，巨蟹男稳坐第三。那我们第二名呢，是我们的处女座，但是处女座我真的是没有这么熟悉啊。处女男有没有处女男要发声一下？那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霸道总裁狮子男。狮子男真的是很多朋友的经验都是说，狮子男就是。如果真的很爱你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小猫咪。人外是狮，就是霸道总裁狮子这样子，但是呢，人后就是小猫咪这样子，只温顺于你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到这里，跟大家说拜拜。